政党选前乱爆料真实性可要留意了。土团党的宣传主任旺塞夫早前爆出，巫统主席阿姆扎西的团队和公正党主席安华的团队秘密商议在来届大选合作。那么虽然旺塞夫指消息是西蒙朋友和他分享的，但是烈火墨西公主努鲁今天辟谣，强调公正党和巫统之间没有任何合作，蓝眼如今聚焦在巩固希望联盟。但是不要以为最近的爆料事件仅此一宗，巫星团长阿斯拉夫日前声称，一党决定投入国盟怀抱的前一天，巫统还敞开胸膛接纳一党，并且尝试拯救全民共识，但是土团向一党开出让一党上阵47个有胜算议席的条件，成功的把一党留在国盟。那么对于巫统的爆料，一党的署理主席段伊布拉先就表示，阿斯拉夫胡说，巫裔领袖会谈当中并没有提到47个议席的课题。虽然公正党和一党这一边是澄清了，但是像这样的爆料相信很难减少，尤其是在选战之前，就想说下次如果要爆料的话，记得还是要有真凭实据，否则之后被打脸就糗大了。